粉岭皇后山一个回收场今晨发生火警，皇后山附近成个天空都被消防已经派出多队烟雾队救护，放射物质息137，500几毫起，死人噶。香港会变成第二个高下利亚，疏散啦！暂时无需疏散。政府做嘢唔可以随便乱估，我唔系估噶，几百万条人命，又点解净系揾到一种嘅咧？点解？我哋咪等紧你解释啦！辐射，你真系绝到连逃生嘅机会都唔俾佢哋。撤退啊！封锁辐射消息。你哋坐喺冷气房，究竟知唔知道下底几危险啊？佢哋困喺入边唔等得啊！器官衰竭甚至死亡。你哋唔好乱嚟啊！你孭得起咩？